这个退辅会的主委董祥龙则是惊爆失言，立委蔡黄郎今天拿出了九合一选举当时他下乡屏东辅选的录音档，他不止在把立法院里面删减预算的责任推给在野党，还爆粗话，七八个人在一起吧，打起电话砸到他服务处去，好骂他一顿。听到熟悉的声音，董祥龙脸色突然垮了下来。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权利，也有义务为他自己的权利，那是应该由你的嘴里讲出来的，来保障。对啊，还想要驳斥辩解，但下一秒，捣我们蛋的，删我们预算的，骂你，混蛋。一句话被堵得哑口无言。就在去年屏东县长选举，董祥龙和立委苏清泉下乡辅选，向荣民拉票，没想到粗俗用语竟被全都录。我为我说的话负责，当然用词不当，也应该要说道歉。即便道歉，却依旧无法平息在野党的怒火。你如果让这些在野党的人当再去呢，来在立法院里面再来主张删你的预算、删你的优惠存款，你如果不投票。或者你投的废票，很可能就是让那些捣你蛋的人上去了。1亿2700万是执政党的委员删除，在野党只删减了20万。我们觉得其实，在执政党人数优势下被删，我们才砍了20万，我们都觉得很不好意思。结果居然这个还被嫁祸说，因为我们砍预算，所以我们是混蛋。立委满肚子气，更翻出104年退辅会预算书，直指删减预算的人陈振湘、林玉芳，大多都是蓝营立委。有参加屏东的农民弟兄的座谈会，哈，我这里要肯定我们退伍们。苏清泉赶忙跳出来灭火，却是越灭越旺。绿委更紧急提案，要求谴责董祥龙的言行，直接蓝委全跑光。也难怪董祥龙坐在后方，脸色变得铁青，恐怕后悔辅选也来不及。谢谢陈立国、魏培山台北报道。